对，是我。啊，我想向贵恒贷款20万，那个用房产证做抵押。啊，行行，对，信息是正确的，这个手机号也是我的。啊，对对，嗯，好，谢谢啊。你刚才不会是又贷款了吧？还用房子做抵押？我这是搞投资啊。搞投资，搞投资，你赚过钱吗？以前要搞投资，那10万块还没有还上呢，全是借的钱。现在你又要贷款，拿这个房子做抵押，你知道吗？这次如果再失败了，咱们连家都没有了。我也不想啊，上次那10万只是个意外，这次的项目稳赚不赔。稳赚不赔？你糊涂鬼呢！上一次你也这么说的，可是到最后呢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娘俩的感受啊？啊，为我们考虑过呀？这孩子还要花钱，还要吃奶粉什么的，我们上哪弄钱去啊？你让我怎么过呀？桃子，你就不能相信我吗？相信你，阿斗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赔几次了？行了，阿斗。告诉你，咱这日子啊也过不下去了。哎，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吵了，以后啊你会看到的。行了，没有以后了。哎，你的孩子给你，我走了，不跟你过了。哎，桃子。桃子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一次呢？请进。那个，老板，这是我们那个产品的那个销量餐跟那个以后的推销手法，还有上面写的用途为什么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兄弟啊，你这产品也没有很优秀啊，而且你还带着孩子，你这怎么跟我谈生意啊？老板，我知道我这个产品不是很优秀，但是我会努力做优秀的呀。你呀，再去别家问问吧，我这里暂时还不太需要，好吧？老板，你再考虑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这里还有事，好吧？先说起，好吧？好吧，好吧。谁呀，请进。我都说过我不需要了，你怎么还跑到我家里来了？老板，你又考虑考虑吧，我这个产品啊，真的有发展空间。哎呀，你的合同啊，我已经看过了，也不是很优秀。再说了，你这每次怎么都带着孩子出来呀？老板呀，我这也是没办法呀。当初我为了这个项目贷款了20万，这房子也抵押了，这老婆不理解我，所以走了。她不理解我，离开了我，把孩子留给了我，我也是没办法的，带着她出来天天跑业务的呀。哎，你为了工作确实挺让人感动的。哎，你的这个产品啊，我再看一下吧。老板啊，虽然我这个产品它是不是很优秀，但是我会努力把它做优秀的呀。这样啊，我看你每次来的份上，我给你的产品投资50万。这是真的吗？老板，我一定会努力把这个产品做好的，真是谢谢您了。是你的恒心打动了我，你只有这一次机会，你一定要把握好。行，老板，我一定会努力把这个产品做优秀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，你啊，回去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我安排人把钱给你打过去。那好。
谢谢老板了，谢谢老板。希望小伙子能成功吧。请进。老板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啊，桃子。阿斗。你是来找工作的？你是这的老板啊？是啊，桃子，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呀？阿斗啊。哎，没事儿，我过得还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上班啊。你去哪儿上班呀？不上班行不行呀？我去哪儿上班不用你操心，我不上班你养我呀。哎，刘亚来了，孩子需要你。对了，阿斗，咱孩子是不是该上学了？是啊，他都上幼儿园了，这孩子快放学了，我们一起去接他吧。那好吧。走走走。哥哥打电话。喂哥。喂妹妹。啊。你过来找哥哥，今天带你下馆子。下馆子呀哥。你下什么馆子，我饭都做好了，你要不回来吃吧。哎呀今天啊是个特殊的日子，你嫂子要过来。哦嫂子呀。要不这样吧哥，你啊别下馆子了，也浪费钱是不是，你回来我啊把咱家的老母鸡给杀了给你们炖着吃。啊那行吧，我们呀一会儿过去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啊行行行，你们路上慢点啊。啊好好好啊，挂了。哎呀我嫂子要来呀，行我啊先给她炖上去。哎真高兴。阿董你看看你们家这地方，这啥地方啊，多脏啊，你不是说去饭店吃饭吗，怎么把我领家来了。哎呀桃子，这我妹妹也想见见你，正好她今天说要炖鸡，我们去家里吃，再说了饭店的菜也不一定干净呀。去什么家里吃啊，你妹妹做的饭能好吃吗，能和饭店比吗，那饭店都是大厨，什么干净不干净的，那饭店都干净。行了桃子，我妹妹做的饭也挺好吃的，他呀在家做好饭等我们呢，走吧走吧。哎我不想去。哎呀走吧。哎妹妹妹妹。哎哥你回来了。哎，这是你嫂子。哎，嫂子。什么叫嫂子，咱俩还没结婚呢，肉肉啊叫姐就行了啊。哎呀这结婚不是早晚的事吗。哦对了肉肉，你那个鸡炖好了吗？哥我炖的差不多了，再等一会儿就行了啊。炖鸡，阿朵不会就只一个菜吧？那个我一会儿啊我去地里给你摘点野菜。行了那个姐要不咱俩进屋行吧。那行走吧。肉肉啊桃子你们在家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摘野菜去。这什么家呀，可真够破的，都是味儿。哎房子可真够破的，能住人吗这儿？这什么房子啊，还给锁了。哎哎桃子你干嘛去啊？我干嘛去，我走。走走什么，这都做好饭了你走干什么。你说走干什么，跟着你能有什么出息，你看看你家那破成什么样了，能住人吗。阿斗刚开始我以为你说你家穷，没想到这穷成这样，那房子能住人吗。阿斗咱俩不合适分手吧。桃子你怎么能和我分手呢，我知道我家穷，你给我三年，给我三年时间我会努力的。给你三年时间，哼，阿斗，我等不起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一个送快递的，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别说三年，我给你十年，能吗你？行了，别那么多废话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桃子，你别走啊！你看我这菜都摘回来了，你吃完饭再走啊。还吃菜？告诉我这是什么菜啊？都是野菜，能吃吗？你喂猪呢？姐，哎，人呢？
桃子，我求你们别走啊，桃子，求你了。阿童，你能有点出息吗？桃子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会给你想要的生活的。你，哥，站起来！你有没有一点出息啊，哥？你没听到别人怎么说你的呀？啊！肉肉，我喜欢桃子，我不想让他离开我呀。喜欢他，哥，你没听到他刚刚怎么说你的吗？没出息呀，窝囊废啊！行了。既然你嫌弃我们家，我们家也留不住你，你走吧。行了，不用你们赶，我自己会走。哎，桃子，哥，你有没有一点出息啊你？世界女人千千万，实在不行咱就换。哥，男人膝下有黄金，你不知道吗？咱跪天跪地跪父母，他是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要跪他呀？你这样只会让别人更看不起你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这，妹妹说的对，我不能自暴自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奋斗，让别人看得起我。